见师傅。这个小乘法门的最基本的，现在我们需要了解见师傅是佛法修正最根本的道理。这十个五师傅是根本烦恼、基本无明所在之处，见佛也就是无明的现状。如果我们拿现在所属观念的分类，完全属于心理的、精神的，这是五个见，五个见活动似乎连在一起，就是见感上的根本困扰啊。懂有生命以来根本的困扰，两个活在一起就是十个结识。所谓结识啊，我们古代两种翻译的，就是个结打在那里的结，很难摆脱，所以修行修复就是摆脱这个结。又怎么叫死呢？就是说我们生命在轮回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转到每个部分去，所谓六道轮回，它的根本的动力就是在十个东西、十个作用，在使我们下轮回的路上在旋转，所以活起来就叫做结识。我们修持解脱是解脱这个东西，在佛学里配合三界天人，其实不是配合，不只配合三界天人，就是上至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层次，下至十八层地狱这个层次，那么总合起来就是九十八个结识，一层一层的配合，所谓普通讲八十八结识，因为这十个是根本，以这个来计算的。道理在哪里？我们做一个比方啊，等于一个人生下来这个脾气，我们现在讲这个人的脾气，这个人的过生，他从娘胎出来，由婴儿变成幼童，有童子变成成人，变大人，他的脾气过性天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教育上啊，特别注重孩子的性向问题。
这个和孩子得有这个天才，有这个过程。他有画画的天才，啊，结果呢，你硬上他学物理，或者学电子工程，这就要了命了，啊，不行。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有文学的天才，你硬要他学运动、学科学，违反他的圣相，他的本身是。这个现在教育非常注重这个所谓圣相教育，这完全是种错的。我常常说，世界上一般人做家长啊，一个教育文化教育，基本的家庭教育，自己做父母的对于孩子基本的教育没有弄好，要求学校是不可能的。学校教的是知识，基本的教育在父母。有一个婴儿到幼童啊，到十几岁的一个孩子，父母两个人的一举一动的生活就是教育。啊，假设父母两个人天天吵架，这个孩子受的教育已经非常高明了，甚至孩子对父母的反感，下意识里头已经种下了种子。所以我说，今天我们的国家最严重，我说担心忧心忡忡的下一代。一家生一个孩子，然后两家派来宠爱他，等一个婴儿生下来，两方面五六个人在爱他，宠爱的比皇帝还比太子还厉害，下一代不晓得怎么办。我所忧心的是这个。而我们做家长的人呢，做父母的，老是讲自己的教育还成了问题，如何把这个模式交给下面。同时做父母的还有个错误呢，自己一辈子没有做到的希望都寄托在后代身上，因为自己读书笨，希望儿子读书啊，要读书啊，实际上你都不会读呢，读个屁。嗯，就是有年龄的观察读，因为自己做不到要他来做，下意识他不是有意的啊。自己想发财做不到，叫很多人赶快啊，拼命发财啊，啊，做不到的。圣相问题，我们现在不谈教育，谈也太多了。就是说，我们根本要带来这个小孩的圣相、个性、脾气，这是基本喽。如果这个孩子将来到了中年，长大了、成人了，会将他发了财，做个大老板的，非常伟大的公司的董事长，或者他到了政府机关做了伟大的首长，身份不同，形象不同，你说他那个个性脾气一样不一样？一样，而不过稍稍两样一点，那个两样一点是外向的改变，脾气大的一样大，脾气好的一样好。甚至于说他到了六十多岁退休了，回来做老太爷了，那个脾气还个性还是一样。教育对他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我一辈子各种教育
都做过学生，军事教育、普通的教育，甚至到手里到大学研究所教育，我手里在我手来毕业的硕士、博士也一大堆。我始终的感叹，我的结论：教育对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改变不了他，只是增加他的知识，他的个性，所以改变不了他原始的什么本质，就是什么本质。这个佛学呢，在楞严中来讲，根性就是根性，根根来本性，其实我几乎是改变不了。所谓教育读到由小学到硕士博士了，甚至在外面很多经验了，他那个本质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教育等于在这个本质上加了油漆层，你把它油成什么颜色，就是它本质还是这个。现在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了解了自己从生命带来的这个过程现象。对了，进一步就了解佛学了。那么一个人的生下来的过程现象，他又怎么来的？以我们佛学来讲呢，三世因果来，一个精虫一个卵脏，配上我们那个中阴身，那普通话灵魂，三个东西结合来变成一个人投胎了。这个所以每个孩子带来的过程十分之三是父母过程的遗传，母亲跟父亲，甚至他的相貌也是两边遗传作用。这个遗传是因缘里头的啊，根相缘是加工的，都是根本。根本这个过程是前生的业力带来的，所以呢说了唯识晓得喽，佛说的种子生先性，现性前生带来的众生，变成这一生的所有的现象行为。所以我们生出来，你看同一个母亲生七八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相貌相同，中间又有不同，不同里都相同，而每一个孩子的过程是绝对不同，不是完全遗传的。他的种子生现生，生出来现在这一生的行为，这一生的行为就好就坏，这个习惯又是新的肥料加进去了，现行呢累积起来就来生的种子。所以现种子生现生，现生生种子啊。所以以佛法来讲，一般人经常问我们，老师，你告诉我，老师慈悲一点，不要跟人家争的嘛，没关系，你告诉我前生什么变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什么变。佛法有四句话啊，欲知前生事，你想知道自己前生个什么人，今生受在世，你这一辈子的啊，生出来父母啊，家庭社会时代乃至所遭遇的所经过的，就是你前生的业力果报的一个反应，种子生现生。欲知前生是今生受者是，欲知来生是，你问自己这一辈子修行来生会怎么样，今生住者是，
看你这一生所作所为行为做到什么程度了。这就说明了念力皆死的关系。所以善哉天人的我们修持佛法的修持就是了这个业力的结束，不是了你把它转化过来已经是非常大的功德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动摇，打坐做得好就是佛了。所以昨天讲到禅宗方面难有让禅师接应妈祖的话，你在这干什么？打坐啊。老和尚你干什么？他说我磨砖啊，我做正没有正字啊，把砖头磨好了做个正字，叫妈祖不是讲他磨砖岂能做正吗？啊，那个砖头能够做正字啊？不行的啊。他说那你干什么？打坐啊。打坐干什么？要清除啊。那么木砖岂能作证？打坐也能成佛啊。打坐修定法生生修养的一个正在，即使你定得很好，就在定中转化浅生真生，甚至来生的习气转变，这个就是佛法的众生搞清楚。所以初禅是立身喜乐，什么叫禅呢？这个禅定的禅，禅在那中国的字连盖上去就是静态到极点的静，静动静，这个静也可以讲三点水净土，这个净等于把我们一杯水一个东西摆在那里啊，把它弄出晾干洗干净，这个作用啊，所以叫做净。净字下面叫禅，古代翻译讲的，在这个正改里头，你检查自己生理吸气的状态，慢慢慢慢转化，这个是佛法。不然呢，初禅立身喜乐，二禅定身喜乐，不是你修佛的人得有哦。再三给大家，这不是我说的啊、哦，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在，这是定是共法，甚至于其他的外道什么东西都会呀、啊。这个关键要弄清楚啊！这个关键弄不清楚，以为这个就是佛法，太差远了。要了解这个道理 啊至于八十八戒十九十八个戒十与三个天人的这个关系，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多讲了。我们这里云南怀佛佛学院的这几位老师都是会的，不需要我多讲啊，而且我也没有时间，我讲的比他们不会高明一样的，大家去留意自己去念咒，我来不及了。所以把禅定的道理这样交代清楚了，不过我不知道我交代清楚没有啊，这个关键应该是了解了啊。所以像我也告诉你，定正四禅八定非修不可，这佛法等一切外道的共法。反过来讲，外道都会，你佛法更应该会。
第二点要了解，没有禅定，你想转化习气是非常困难，不可能。因为深深的凝定下来，等于说把无始以来这个习气是慢慢把它软化，慢慢的修，这叫做修行。你比如说我的老朋友，这一次因为我到了这儿，我的国内的老朋友50年不见的都特别赶来看我了啊，大家要碰面啊，80几的那么多是吧？哎，对不住老朋友们，不要见怪，看我看来他们都是我当年10-20岁给他们的朋友，那个毛病啊一点都没有改变，不大没有改变，还加4个字变本加厉啊，他生来世不晓得如何得了哦，就是真话啊。老朋友们来看我，嗨，不能说假话，一定送他一个真话。好话是难听的，假话是好听的，就是世界上的大原则。这时候讲到习气的问题，修行就在这里，这个是要交代好。我们继续下去讲三禅。三弥勒菩萨于前十地论里讲，三离习净律，浓缩了这边4个字，离习净律。我不知道帮助那晚上离习净律，实际上我们一般的呢讲啊，初禅立生喜乐，二禅定生喜乐，三禅是离习得乐，还是古代翻得更清楚一点。玄奘法师翻得很仔细，没有他怎么叫离喜得乐，我们已经交代过啊，喜悦是生理上的正感，乐生理上的正感，所谓乐感是去出受上面的正感，出受乐感啊，处与受，喜是生理上的正感。他所以进一步到第三禅的时候呢，心理上平静了，离喜啊，只有生理上的快感啊，出售的正感非常快感，心理上平静了。如果一个不管他修福不修福，到了三禅这个正感啊，这个身体的障碍啊，没有现在我们这个障碍了，这里腰酸，那里背痛，这里头风啊，那里牙齿难过，两个腿发麻又发胀，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喘息都在快感中，那个快感舒服无比哦，是真的，不骗你哦，那不是别的，不是菩萨给你，你本身那所谓密宗道家什么圣明双修气脉通了，那小儿科的话，小儿科啊，那已经不算数了，舒服的很啊，就是出发动外道同样到达这个境界。换句话，我们人体的生命的功能自然，你真的修养到这一步就会这样。所以浮在这个大乘戒律上，在这里有一条严重的戒，注意哦，戒律菩萨单就禅定犯戒，犯菩萨戒，你定力那么高啊，还叫做身盘腿很好啊，像我们念成菩萨注意想清净啊，现在我也不教书了，什么都不管，我要修行了，菩萨单住禅定，他
贪恋清净，自私到极点，不能利时利人，对社会没有贡献，对众生不做贡献，犯大菩萨戒。你们讲戒律，哼，你戒律不要拿来吓唬人了，你可是不要吓唬我啊，吓唬不住啦啊，我要吓唬吓唬你啦啊，菩萨不能单做残忍，哎，是这个地方严重的，如来的板子就下了，就打你了。菩萨贪度残乐不可以，这个叫做外道了，心外求法。当然你们就会听正怪听啊，你来你现在不要干事来单独禅院啊，跟我坐在那里十天八天不下来，我们还少一点米呀、消耗，也不需要请你吃东西，绝对不反债，我还赞成呢。这个不是禅定啊，贪住禅定之路是菩萨内处妙路啊，内处妙路已经写过的，那舍不得的啊，那个比鸦片的瘾啊啊，比喝酒上瘾的还严重啊。所以三禅的正改是离习得乐这样啊，到了四禅，第四禅第四个阶段很高了，舍念清净，这个快感的如感的也空了，就真的得清净了。可你说这样是佛法吗？哎，注意哦，佛法外道是共法，佛法在般若，就是上面上在智慧的程度转变习气与接受，这叫四步四禅，四禅贴到达这个正感。譬如这要翻过来，你们要想咯，就叫做念咒。我们这一次是为念咒，就是念咒了啊，念咒要仔细反复三思念咒啦。我们上面讲过，无想定的人收到了无想定，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的情况正盖是不是一样呢？一样，还是一样。不管你无想定啊什么的，收到了四禅就很高了。你们翻翻查这个天人正盖三禅啊，到四禅的正盖是色界天的天顶。佛法的宇宙观是非常科学的，色界天，你以为还是我们禅堂一样啊？下一层是地狱，再下一层是玉帝啊，再下一层上一层是什么？不是啊，佛法的宇宙观严重讲究是久远的，久远的，这个大家要想清楚啊，不然你那个佛法讲的，我就看到有一位非常大大大的法师，三四十年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记住佛法的宇宙观，他说啊，一般都是那么讲，他也没有错，老实讲啊，佛法的宇宙观以苏米山为中心，苏米山都现在地球了，五顶喜马拉雅山，小城好像是这样说，没有错啊，南瞻部洲，喜马拉雅山乱南面到印度，东胜神州中国，西距宇宙是欧洲，
啊，这个拜什么？啊，拜着了就没错，你精神很好，啊，读书不错，啊，拜着了就是熟练，啊，然后太阳日月叫扶手，这个什么呢？太阳日月是绕这个苏门山的一半在旋转，哎，就是。一九四九五零五二，一九五三五四，你们现在的习惯，我们还记得是中这个推翻满清以后，所谓是说完民国多少年，四十几年，这本书一出来。和那个时候大陆和台湾啊，所谓共产党国民党对立的尖锐的不得了，这个法师这种好呀，台湾政府国头的抓了这和尚关起来，苏联是悲剧鲁州，叫胡正亮说悲剧鲁州的人啊就不得了，天人正盖啊，这个和尚思想有问题。后来有位老先生，原来蒋老头子、蒋总统啊，蒋老头子的军区区长地位很高，认识我的李子宽副教官，原来大陆上中国佛教会的太虚法师会长，他是秘书长。那个老头子，湖北人，但我住在台湾另外一个地方，基隆。他就有一天跑来找我。哎，我说你怎么来？哎呀，我叫你盖个章，盖个章。我说干什么？保一个人，保谁啊？保某某法师。我说为什么？关起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领头保，你也盖一个章，你盖了章才有用处啊。我说为什么关起来了？就这样子说。好嘛好嘛，我说你讲改个讲讲啊，台湾好几个现在大和尚，好几个当年小和尚，常常出这个事情啊，他们跑来哦，盖章盖章签字就签了，就保人了，现在有些佛地位很高很大了，不，这个是历史，重点不在这里，不相干，就是你们现在观念认为佛的世界观。你要看看这个观念，小乘说法是印度婆罗门教传统的说法有问题的问题。你读了《华严经》以后，你可以了解了。佛说的这个四盖众生须弥山，这是个假设的。啊，太阳月亮绕苏密山，围到苏密山一半在转，也是真的。那华严真正该来讲，这个苏密山等于，但是我的话也不确定的，就要非常科学研究了。佛说的绝对对，是粘合系统的中心是苏密山。资源围绕粘合系统，因为普法的宇宙观，你看两千多年前为什么现在科学还是才只能够说第一步所证明到佛说的差不多，所以真的研究科学的人啊，大科学家对于佛法一解除更相信。你看佛在两千年前讲的啊，佛怪一碗水，佛法给你们必抽的概率，任何一个水拿来要一块纱布放来把它立过再喝，他说不立过，佛怪一碗水是八万四千重，有系统有生命，所以要把清理了，把这块纱布再放到水里去抖啊抖啊，把这个生命放回去自己再喝，这个概率。那么假设一百年以前的人，以前听佛的话只好信，实际上不信啊，水里头有那么八万四千种没有看见过。
现在一些科学的证明，水里的微生物细菌多得很，是真的。还有譬如你们附近看得少了，大长针摆在那里，你们这里大长针那些同学看，你知道吗？啊，哎，不好意思，那个同学叫卖望的在看，莫望爱卖的那个卖，希望那个望，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啊。莫望还有个名字叫杜鱼，你认识吗？是一条鱼，杜鱼，这个认识吗？杜鱼你也不认识，还有个名字，他的小名叫书虫，你认识了吧？小名讲了你就认识了。哎，这就是中国文化，书虫，哎，也叫麦旺，也叫年，一个虫子旁边一个西子下面一个饺子，书年，年语的年。所以那个清朝有个人啊，讲到这里又乱，我这个人啊头脑乱七八糟的，讲佛法乱七八糟，扯了一大堆王大娘的古咒，又长又臭。诶，先休息一下再来。嗯，刚才讲到你们大长征奉道，后来就提出来了，为什么你们佛经都不好好看。讲到这个宇宙观，你看佛的科学，佛在2000多年前有一个徒弟提问题问释迦牟尼佛，两只眼睛夜里看不到东西，狗的眼睛怎么夜里看得到东西呢？哎呀，成佛好难哦，什么狗屁啊大便秘这些问题都要问他。你看在律上乱七八糟，男女卫生一点点问题都问他，哎，他弄着一点一点都很科学改答。佛在2000多年他怎么知道？他说狗的眼睛啊，外面一圈是红的，有红外线，所以夜里看得见，我们两个没有。不过他没有讲红外线，就是这个原理。你说怎么说啊？所以他告诉我们，那么我说可惜了，你们不好好用功，都大长征，大长征摆在那里给那个朋友杜宇去读，因此呢，就我想起来我同样也最喜欢的这一首诗，这是个女的，就名字我想不起来，清朝初年一个女的，她的父亲嘛是给将军，大家跟我们去了这样的个将军啊，然后啊姓福的出来一个很大的钱呢，盖了个庙子啊，没有多少年啊，啊，过世了，父亲这个小姐啊，再到这个庙子看呐、啊，写了这一首诗，感想：落笔蓬漫一阵声啊，这是一幅画面啊，这个落笔一条山里头啊，四面藤萝都是藤啊，两面都是藤。蓬门啊，乱七八糟的门啊，很好。题名正气是旧图针，只有今天现在来要跟你们上国文课了。嘿嘿，考你这前面这两五六个七八个调皮的年轻同学们啊，怎么解释啊？你们出去是小法师啊？我现在老弟是皈依小法师，这一句话怎么在说？提名正气就普正，因为他爸爸修了这个庙子，在庙子上这个老和尚特别给他一个碑文上刻起来有他的名字，某某大居士出了多少功德证，提名
正知咒普正是什么意思呢？啊，普正，哎，你讲话，我听到一位同学答，普正，普正上哪个给福盖庙子地下铺面黄正卖地皮的？谁呀、啊？啊，这孤独张嘴嘛，哎。是这样吗？这个都讲在要给府盖一个庙子，看中了一块地，一问啊，太子的，太子用不着卖地嘛，他就看中这个地要给府盖庙子，没有办法找人给太子商量，太子说谁要买这块地啊？他说这孤独张仔晓得他的闺内大财富大资本家，他要买我这地好啊，叫他这块地谎真把地面完全盖住了就卖给他。这孤独在那好，就拿谎真真叶子来铺地吧，盖了一半。这个太子啊，人家给太子报告，哎，某某老板他真的叫你的话谎称在铺地下要买这个地啊，他说他疯了，他说我也不缺钱用什么卖地呢，因为他要卖我故意逗他，他真的铺，他真的，哎，请他来，他说你干什么，你发神经啊，我讲他不是啊，我诚恳的啊，因为你讲了嘛，你是未来的国王皇帝圣旨，我就照办。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办？他说有位师父啊，我的师父啊，释迦牟尼佛啊，我要请他出来弘扬佛法，我要盖一个讲堂给他。哦，他是什么人啊？啊，他是也是太子出家的哦。蒋介石干的，真的这样吗？我跟他看看。一见服了以后回来告他，算了，你谎称铺一半，这一半归我的，我们两个合作盖了这个讲堂。所以真干真亮说铺在哪里啊？谁为国皆孤独园，就是这个地方啊。他现在引用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小姐哦，女的要做的是之美，把书用那么好还在一个句子里头，你如果书读的不多，历史不了解，佛经不了解，你都看不懂了。地面正知肉普正，他爸爸名字还在，爸爸读书给他修的，可是现在呢太深，该解释五相符啊，变成个冷庙了啊，路上一楼梯上去都是青苔了，可就没有人来过，香火也没有了，金色生去有度人啊，我爸爸给他们供养的一部大藏经放在啊这个和尚书魁里头，现在什么人在读呢？那个肚鱼都给书虫在吃，说金色生去有度人，这是描写这个他找父亲修的这个庙子上看，老和尚也走了啊，然后他就想念他的父亲了，赤手吐针牵着是空手在海里头抓龙来杀的，抓鲸鱼来杀的，是他父亲是当时清朝南征的大将军啊，描写一个气派，但是他讲他父亲啊退休了以后白头归佛是一生生啊，就像我们徐老一样光要出家白头归佛啊，像去出家修行去了，此手土证确实是英雄思念的过去的事啊，晚年就想自己修行学佛是真的是白头归佛一生生，然后感叹父亲也过世了，真难不处真何在呀、啊？父亲带领这一批英雄大将啊，打南方的统一中国了，真都没有了。
现在只留下父亲手出钱盖的这个庙子，庙子留了什么呢？圣有枯蝉，只有那个知了在树上啾在叫。这就是人生历史，这个正感都没有 啊所以这首诗啊，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常常会想起来，此首读尽千载事，白头我现在要写去送给徐老，白头归府一生生啊啊，真啊不愁是真何在啊，正有苦差想古灵。我们不讲文学，讲下去不得了，我讲文学啊，那个毛病习气就来了，越讲越有兴趣，越有兴趣越讲，复发就丢掉了。